结婚后定居台湾，时常分享幸福的生活点滴。不过最近有传言张宏杰的姐姐江恒生其实根本是个怪兽大姑，引发外界议论。据日媒报道，不同于光鲜的美貌，江姐姐私下个性难搞，不但靠爸妈生活，甚至还有负债。据传她曾在受访时擅自爆夫人爱的料，还大量曝光家人私下的照片，主动公开弟弟夫妻的隐私，让夫人爱相当在意。夫妻俩日前被问到此事，江宏杰则否认感觉困扰。对比夫人爱的有口难言，引发网友质疑根本不在乎老婆心情。面对传言，江宏杰的姐姐透过经纪人回应，很重视和小爱的缘分，我们就像姐妹一样。对于爆料并未多做回应。FIFA娱乐整理报道。